女儿在北京。哦，您老家哪里？甘肃信阳的。哦，您是来北京来旅游了一次？没有，孩子有病过来看。哦，对。待了多久？待了一个月吧。一个月哈。啊。感觉北京怎么样呢？挺好。行，还会再来。哎，一定来。都去了北京哪些地方？哎，这次过来主要跑的是医院呗。闺女是一直在北京吗？北京工作。哦，那行，那是在北京定居了，闺女。基本上定居了。哎，您这闺女培养的好。哦，那甘肃来北京太不容易了。不容易，过来一趟不容易，家里还有老人。是。对。而且他是从北京上大学吗？他是从甘肃上大学。然后北漂。然后到南京，在南京工作。哦、然后调北京。调北京。啊，更不容易了，太厉害了！您这怎么培养的孩子呀？哎呀，他们孩子都要靠他们自己努力，咱们老人主要给他操心啊，给他这个就是给他培养就行了，培养就行了。他如果不自己，他自己不努力，你再培养，你再怎么能想法，怎么他也做不到。如果他自己是好了，他自己咱们老人的尽心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您教育的好，啊，您应该也是知识分子，我感觉。哦，也，那我们这六十多岁到七十岁的时候，就是那么，也就是回乡下乡知识青年吧，哦、考学。对，哦，您是下乡然后考大学这一批。对。您当时在哪儿插的队啊？我回来呢，当时都在当地吧。哦，当地插队，那还好，没离开。没离开。哦，啊，看着您特别儒雅。谢谢了啊。行，拜拜，大叔，回见哈，咱们说不定有缘会再见啊，拜拜，哎，好。